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非常游学团》，我是游学团团长金豆哥哥。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有六组家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挑战城主石正慈。六组家庭他们的表现可真是可圈可点，可见他们都是有备而来的。闭着眼睛这样一直试。不哇不哇！哎，亲眼的妈妈在谁领先？万子，快打个鸣！来个鸣！啊！鸣！新城主就是左子涵，恭喜！今天又有六组家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们要挑战城主李美萱。什么？挑战我？为什么？你们知道当初我为了当上城主都经历了什么吗？一二，快点拽过去，四面八方，好，八拽过来，八，美美最后一排，美美最后一排，快点啊！付出了千辛万苦，层层考验，我终于当上了城主。我本以为我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但自从我当上了新城主以来，我的生活却是这样的。我这城主生活除了危机就是未知，莫非你们认为我的能力不够强，很容易挑战成功？老虎不发威，你们真当我好欺负吗？放马过来吧，给你们好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非常游学团，我是游学团的团长金豆哥哥。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江苏常州东方盐湖城道天下逍遥山镇。那么在我身边呢，今天来挑战我们城主的六组家庭都已经做好了准备。金豆哥哥有个问题特别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来挑战我们的城主呢？谁来回答我？来，从格格开始。我要创造属于我自己的城，当城主好，所有的都由我做主，我就有更多选择权啦。这里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我当了城主就不用花钱买了。哎，你当了城主之后能不能带着我一起去吃好吃的？可以。好的，你一定能够成为城主的。那你们有没有信心挑战城主呢？当然有了，当城主那么简单，我肯定没问题。看得出来每个人都是信心满满的样子。告诉你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也有六组家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挑战我们的城主，只有一组挑战成功。哦，那么你们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呢？你们能否挑战成功我们的城主呢？我们不得而知。首先我们要先进行一个破冰游戏，让大家彼此来了解一下，认识一下。马上进行破冰游戏，歌曲大接龙。歌曲接龙游戏规则，比赛分为妈妈组和小朋友组，每组六人，参赛选手一字排开，主持人唱上一句，参赛选手唱下一句，从一号到六号依次接了演唱，唱错或唱不出者接受其他家庭的成员送上的气球奖励。本节目欢乐指定产品为借借乐乳酸菌饮品，
让我们一起为小选手加油。我们可以看到妈妈们呢拿着气球在我的身边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次我们要玩真的了，歌声与微笑，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这个是北边海角天涯，北边海角天涯。好，这首歌算大家全部通过啊！来听下一首。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咕嘎咕嘎，真呀真多呀。三二一，来，朱祥优来。这个记性实在是不行，只记得调，完全不记得词，一到嘴边还来哼哼哼，好，词记不住了。哎呀妈呀！感觉怎么样？哎，我笑了。我觉得我的妈妈已经做得很棒了。我妈妈在家从不唱歌，她唱歌都打扰我写作业，真的。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三二。还有那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叽叽写个不停。怎么着？还怎么写个不停？还在写个不停？不，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好的，马上来，来，你去啊，来，好。就是音乐方面吧，确实是对他的感觉比较少。小孩子唱歌多一点，我自己吧，没怎么有音乐细胞。哦，惊喜意外，惊喜意外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唱采蘑菇的小姑娘，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清早光着小脚丫，走遍森林和那小山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没有其中的两个字，能唱出来吗？走遍森林和山岗。他采的蘑菇最多，多得像那星星数不清。他采的蘑菇最大，大得像那小山装满筐。飞啦啦飞！这个数不对，我都要算你淘汰啊！飞啦啦啦，飞啦啦，飞啦啦！不会了，再给你一次机会。飞啦啦啦啦啦的飞，落地飞。飞啦啦啦，飞啦的飞，落地飞。淘汰。来来来来来，哥哥。就是因为都是小时候的歌吧，有的歌没那么熟悉了，等到真的到自己接的时候，那个歌词就有点接不上。来，这次我一定要严格起来了啊！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传万代，照万代。你们这调唱的后面都没法接。哎，这首歌算你们过啊，算你们过。好，厉害厉害，非常厉害啊！这次我来挑一个男的。咱的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只蓝精，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伶伶俐，他们调皮又伶俐。嚯，来，来，来，贺宇哲。哇，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意外。白龙马蹄儿朝西，
驮着唐三藏，跟着三徒弟，西天取经，走大路，三上大路，一路走到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瓶，什么刀山火海，什么陷阱诡计。你是每一首歌都不在调上。好，这次我不能再算你对了。来，这次来涂山乐。这个项目呢，本来就是我的弱项，就是没有特别说要怎么样，它只是一个破冰游戏嘛，认识一下，展示一下自己。开始。哇哦！好，那我们笑到最后的就是黄静。好了，小朋友们呢也已经做好准备了。金德哥哥为你们选了几首你们平时特别喜欢唱的歌曲，第一首就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的好朋友，快乐父子俩。儿子的头大，手儿小；爸爸的头小，手儿大。手牵小手，走路不滑滑。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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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儿子就长大。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儿子的头大，手儿小；爸爸的头小，手儿很大，手儿大。大手牵小手，走路不怕滑。走啊走啊走啊走走，转眼儿子就长大。第一首歌顺利全部通过。哦，这一次青豆哥哥教给你们一个小妙招，如果你唱的差不多的时候，就把头转向下一个人，头转向下一个人的时候，下个人就要接上，明白了吗？明白。明白了哈，来，白龙马去唱戏。去唱戏，白龙马去哪儿唱戏呀、啊？因为小嘛，他唱歌不可能去记那个歌词，就是听到什么就是什么，所以那个蹄儿朝西，他就听成了，去唱戏。来，回到妈妈身边，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觉得我的表现已经是特长发挥了，由于是那里我也是个词遗传嘛。我的心头蹦蹦跳，心脏蹦蹦，我的心脏蹦蹦跳。好，心脏来朱婷玉来被淘汰。现在还有四位小朋友，我们要唱一首儿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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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调会，但是这个词儿忘了。来，我是在我们的祖国是花园那里被淘汰的，那里我只会哼调，从来我不会唱歌词，歌词太难了，真的。哎，白龙马，天儿朝西，走过唐三藏。爸，他说走过。你是驮着，来。平时我很喜欢唱歌的，但是我一上场就一紧张，把那个歌给唱错了。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和煦的阳光照耀着我。不对，是和暖的阳光。扎他。两个人在最后比拼的时候，获胜的就是我们的彤彤乐。那接下来呢，金豆哥哥手里还有一封信，这个呢就是城主写给大家的，在信中写了什么呢？你来念一下好不好？来，大家好，我是城主李美轩，你们要挑战我也不是不行，
如果你们准备好了，到无氧馆来找我。刚才在这个信当中出现了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无氧馆。那咱们还等什么？出发，无氧馆。大家好，我受城主之托前来教大家一段养生太极。开步，起手，下落，好，右，左。想要管理这座城，光有文学还是不够的，咱们得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这样才能保护你想要保护的人。抱拳收，好，出，好，右手收，起，右手滑一圈。下，收，好，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请大家多多练习。刚才呢打了太极拳，想必现在大家是神清气爽，对不对？对。接下来的挑战是相当的困难。想要挑战我，必须得从你们六组家庭中脱颖而出，只有战胜了其他家庭，最后才能挑战我。那么城主，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呢？接下来就是要考验大家的文学功底，也就是君子六艺中的书。诗词连连看游戏规则，六组家庭分别进行游戏挑战，小朋友在菱形格中找到完整的诗句可得十分，再由妈妈用沙包按诗句顺序投掷向菱形格中的汉字，每砸中一个字得十分，每个妈妈配备十个沙包，每多用一个沙包减五分。诗句连连看，第一组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出杨文轩和妈妈上场。来，第一个比赛的，看到我们的题板处，你给出是哪一句诗呢？我当时看到那个牌子，我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滁州新界了。上有黄鹂深树鸣。上有黄鹂深树鸣，正确。那你能不能说出这首诗的名字、作者和它的上下句？作者是韦应物。这首诗的名字叫《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完全正确。这位作者呢，他的名字叫做韦应物。韦应物呢是山水田园派的诗人，因为做过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那妈妈现在请到那边，按照孩子刚才给出的答案来投掷。哇哦，一击中地，上有黄鹂深树鸣。哇哦，百发百中啊！哇，又中了。哦，好，没有，在梨这边没有打中啊，还是没有打中。一开始前三个字还好，但到第四个字的时候，因为它两个字就在一块上下的嘛，可能就是那个角度就有点抓不准，然后就直接扔到下面那个字去了，所以就一直错。
又再次打针，想打针打不住了。稳一点，稳一点。到梨的时候，他一直丢的是参，丢了三个参，然后到参的时候又丢成梨。参，好，那没有沙包了，那非常遗憾，打中了上有黄梨参，打中了五个字。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组家庭的表现怎么样。你没有打成啊？没有啊，没有成啊。第三个字还没有中，一直中的是第四个字。好，有请我们的第二组朱祥庸家庭上场。祥庸，在这边呢是我们的题板，你要在其中找出一句诗。但使龙城飞，将在。回答正确。那么现在妈妈请到我们的投掷区。但使龙城蛋，往旁边撒。没有投中。哎呀，没有投中啊！再稍微偏一点点啊。好的。前面三个的话，我大概是感觉一下，有点感觉的呢。我想就是速战速决。偏了一点点。偏了一点点。偏了一点点。你是要打飞吗？对对，龙在这边，你奔着飞的方向去了。我就想，他为什么总往飞字那打呢？还没打中。沙包剩的不多了啊。算你中，算你中。我呢，就是把手放在肩膀上投，可能是这个方向上不好把握。那几个失误主要是用力过大了，还有是抛物线的话过高。但使龙只砸到了三个字，成没有砸到，非常遗憾。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家庭他们的表现怎么样。你到这边来，到这边。贺宇哲刚才和妈妈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是这种表情？哎呀妈呀！这首诗没背。这首诗没背是不是？对你来说有点困难。太困难了，不是一般的难。但是这首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给你做一个小提示啊，它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作品。因为我古诗词的储备量不是很大，所以就是上场的时候过了好久才回答出第一句来。云想衣裳花想容。没错，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那么接下来妈妈要到我们的投掷区来做准备了，要按照顺序，云最下面一个字。好，投中。耶。第二个字响。嘿嘿嘿。Yes。 好，投中。云想衣，嘿，嘿，嘿，投中。Yes。 我觉得我妈妈在就是丢沙包的这个项目里特别棒，太准了，真不愧是神巧手。我妈妈就是在外面帮我就是打气球赢那个奖品的时候，一枪一个准，没有打偏过。Nice。 然后下一个是什么？想。嘿，嘿，嘿，哦，耶！他们是从用一个惯性的那个抛物线抛过去，而我是这样子慢慢的就是直接扔过去，哎，一扔一中，一扔一中。花想容，容。耶！投中了，投中了！哇，我们可以看到啊。哇，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我们可以看到母子俩非常的兴奋。每个家庭呢一共有十个沙包，他们用了八个沙包就已经将这七个字全部投中，恭喜你们，成绩相当的不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组家庭的表现怎么样。下面的时候就是稍微蹲下来一点，最下面一个，对，然后一个一个就这样，对。请格格家庭上场。你好，格格。
来，格格和妈妈到这边，你要在这所有字当中找出一句诗。格格的那首诗词其实抽到的他并不是很熟练，他后来估计也想起来了，但是熟不是很熟，他也是想起来了。故人西辞黄鹤楼。故人西辞黄鹤楼，非常棒，已经顺利地找到了第一句诗。那么接下来就请我们格格的妈妈到我们的投掷区来做准备。第一个字应该是故，好，投中。第二个是人，哇哦，没有投中，投到了西。投中，现在是来投西了。妈妈就说包的时候，我有点紧张，我怕会他会丢错。投中。你要注意啊，你面前是一条河啊，不要掉到河里面去。哎呀，西辞。后面丢沙包，我觉得还行吧。虽然我把十个沙包都用了，但是七个字我都投中了。那我们请出下一组家庭，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你好，你好，乐乐，来到这边，到这边啊。因为我在家里就背的古诗词，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诗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完全正确，这首诗背得非常的对。那么妈妈请到我们的投掷区，按照顺序，最上面一个。哎呦，你朝着上面瞄，投到了下面。好高，好高。好，投中。接下来投什么？下面那个。好的，赢。加油。投中，大部分在引字上面。皮。旁边。好的。投中。我上场前就对自己不是太有信心，但是前面几个感觉还不错。投中。马，中间那个。投中。旁边那个。上，投中。嘿，最后一个。这一加油给妈妈给加油紧张了啊，但是表现也非常的好。来来，黄静到这边。怎么了呀？妈妈就是最后一个没投中，有点遗憾，我就哭了。投了六个了，你觉得很差吗？那怎么办呢？那你来投一个，看你能不能把这个投中，好不好？妈妈这是个好方法，好不好？看看孩子能不能投中。行，妈妈给你，你来。我觉得妈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方法非常的对，让他自己亲身体验一下，因为他是小朋友嘛，所以呢，你也不要站在这个玻璃上面，你往前站一站，好不好？我让你离得近一点。如果你能够投中的话，那么这个成绩算是有效的，只有一次机会。好不好？来，你有信心吗？哎，不能再哭了啊！来，往前一步走啊！来，三、二、一，开始。嗯，亲，我试了之后才知道投沙包也不简单。妈妈投了六个也是很厉害的。你看，没有投中，容易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投中吗？歪了。歪了。其实你想投中吗？妈妈其实和你是一样的，也是特别想投中这个催字，但是一不小心歪了，没有关系，好吧？毕竟妈妈前面投中了六个字，表现非常棒。好，来休息一下。嗯，妈妈这个方法非常的好啊。来，我们来看看最后一组家庭的表现怎么样。你好，你好，你好。
在这些字当中找出一句诗。在一年级的时候，早早的已经学过了这首诗。朝辞白帝彩云间。整首诗你会背吗？包括题目和作者。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到目前为止表现最好的一位。那么接下来要看妈妈前夜，来到那边投掷区，按照朝辞白帝彩云间这样一个顺序啊。这个算吗？好像偏了一点点，大部分应该是在家上面啊。这次又在处上面了。一开始的话是尝试一下看看手感有没有，后来的话我发现确实是弱项，而不善于玩这个。稳一下，稳一下，对，有了，正中靶心。词，哎呀，非常遗憾，在有上面。哦，闻一闻，闻一闻。啊！拿下摄像头了。摄像头，你没事吧？你没事吧？加油！好，有加油果然不一样啊！再给妈妈加油。加油！加油！白。哦，加油果然不一样，再给妈妈加油。加油。哎呦，朝辞白砸中了三个字。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姐姐乐小小魔法师乐乐，和乐乐一起看一下比赛成绩吧。刚才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的城主发布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是什么？积分少的家庭则会被淘汰哟。积分少的家庭将会被淘汰。那么目前我们的朱婷玉还有我们的朱祥庸，你们的积分是暂时落后的，分别仅仅获得了5分，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加油。接下来这个比赛对于你们两组家庭来说是至关重要，你们有没有信心？有。好了，那么现在呢要来抽签决定一下你们的出场顺序。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1分钟挑战，加油！加油！1分钟挑战项目游戏规则：游戏中设立4个关卡，每个关卡分别对应一个挑战项目，6组家庭分成红蓝两队，两冷一组进行对抗挑战。每组家庭可随机选择2个项目挑战，用时最短的团队获胜。除了获胜队增加团队分数之外，6组家庭再按照时间成绩做排序，用时最短的家庭加60分，往后依次减10分。啦啦队的加油声是此起彼伏啊！祝愿你们取得好成绩，听好口令，3、2、1，开始。我天，尽量慢点。我们先到这个姐姐这里来吧。看1分钟，然后再用1分钟的时间来背下来。19个，1929拿出手。就那个，对。1分钟的时间背下来。加一请，请加一请多加9。我选了这个4个项目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记性和我妈的记性还是比较好的。1共8句，我马上就跟我儿子说，你记前4句，我记后4句，我们分开记。1929难出手，3949冰上走，59和69河边看柳。69。其实这个数九歌，我们平时的话，
都有背过，但是这个版本跟我们之前知晓的有点区别的。七九和洞开我老是错，然后一错嘛要返回来重新讲。来吧，错了，我们到这里来吧。加二请拨三下八，我们都要吃哈哈。加三请拨三下七，排队做菜要整齐。加四请拨三下六，快乐时候蹦又跳。好，通过通过通过，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哎，这好好可以。手上两个，脚上两个，总共有四个啊。熊和虎吗？虎背熊腰。过。螳螂捕蝉。看图猜成语，我发现特别难。后来提示他们后面两组，我说这个成语可能是所有家庭当中可能很难一分钟猜出十个。预备开始。在那个计步器的那个项目里抖得真的很爽很爽，抖完之后很累很累，都想吐了马上。抖到30秒的时候不行了，抖不动了，喘，心都要跳出来了，因为一开始就拼着命在那里跳嘛。你的脚为什么不动呢？累了。好，五四三二一停。好，不能再动了，来，我一个个来统计。哇，成绩相当不错，446，370，421，这已经1100了。因为那时候看过呀，看过电视上玩过，哎呀，快点抖，浮动越大，它那个抖动频率肯定是越大的，我就哗哗哗哗哗，哎，很轻松，第三个唰唰，摇摇铃声就过去了。425418，4389顺利过关，你们现在就要回去敲铜锣了。红队加油！红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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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五分钟时间到，挑战失败。好，那我们再继续吧。我们再继续这个好不好？他们第一个已经结束，我们再挑战一下。这个数九歌我还是要去挑战一下，因为之前都会的。电子来九九加一九，跟遍地草，挑战成功。好，我们往上面走吧。手上两个，脚上两个啊。不停的动。到了吗？现在才15秒。加油，坚持！就两个人就拼命的甩呀，他的频率比我还要高，然后到30秒的时候，就是生理的那个极点就来了，就特别难受，就感觉头晕眼花的。5 4 3 2 1，停。你踩这点。190。啊。180。220，恭喜你们顺利通过。好。做好准备，三。跑到猜成语那边，我们一紧张，一分钟根本猜不出十个成语来。
时间到了，一分钟时间只猜对了五个，换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别浪费时间。这个，再看一下。他们在那样。观看一分钟，然后挑战背下来。三九五九和六九。我在挑战计步器的时候，觉得一分钟从来没有那么长过，就像过了一个世纪一样，太累了。300, 240, 280，恭喜你们顺利通过。好，我们去下一个。他们已经在挑战了，那我们看。猜图好吧，行。1929难出手，3949冰上走，5906河边看杨柳。发现数九歌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个儿歌听得太多了。79河东开，89燕子来，99加19，耕牛便你走。挑战成功，快，这儿。猴子鸡飞狗哦，不是，金鸡倒立。耗了40-50秒吧，只猜了2个，那我说放弃吧，去数九哥那边挑战。好，我们放弃，我们去那个，我们挑战。对，开始。他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他都不能停，手脚都酸酸的。89燕子来，99加19，耕牛。是吧？耕牛，耕牛干嘛？耕牛哇！遍地走。对，挑战成功。快一停！3、2、1，好，时间到。180、170、200。180，恭喜你们顺利通过。他准备了吗？做好了。3、2、1，出发。然后开始挑战。好的。1929难出手，3949并上走，5906。找到一个技巧，1929难出手，你只要记好难出手；3949并上走，你只要记好并上走。加一请拨双下九，我们都是好朋友。加二请拨双下八，开心时候笑哈哈。89燕子来，99加19，耕牛遍地走。挑战成功。我要前往那一个。加三双下，请拨双下七，然后是这儿了。好，一个人4个。排队做操整又。又整齐，后面就算什么？对了，记得吧？你就没让我背。那我跟妈妈说的是我在前，她在后，然后呢，她就背着前面的，我也背着前面的，然后呢，那关就没有通过。很遗憾，你们挑战失败。那下一个啊。时间什么时候才到？20秒。啊！加油！在计步器这个项目里面，我忘记考虑杨轩他不是一个运动型的孩子，到最后他的节奏很慢。10, 9, 8, 7, 6, 5, 4, 3, 2, 1，好，时间到。画蛇添足，我画画造福，杀鸡儆猴。140，你们做好了吗？不脱了吗？
170，非常遗憾你们失败了。啊，向那边去。那边是什么？杯弓蛇影，看图说成语。我们十个里面呢，大概是答了六个。这一关没有过的话嘛，那我们想想就运动的，因为小孩子的运动方面还是占有优势的。四个，手上两个，脚上。等，快点跑，快点跑，来得及。他们那边也没过，快，快跑！用力的，甩手的，用力的，加油的，哎呀妈呀，拼力的。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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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七多，要么就一百七，都是这样子的成绩。然后呢，最后就1300多没有通过。1350多。你们瞧瞧。那到第一关吧。不要第一关。鸭式请坡双下六，快乐时候蹦又跳。七九合纵开，八九燕子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啊！挑战成功，挑战成功。哎呀，我就不强调，我妈妈跟我一起背了，然后我就自己背，终于对了。他们派我的最后一组呢，是因为呢我的跑步速度很快，他们本来是让我争取时间的，结果反而没有争取到时间，还成了最后一名。加一请拨双下九，我们都是好朋友。加二请拨双下八，我开心时候。开心时候笑哈哈。好，加三请拨双下七，排队做操要整齐。加四请拨双下六，快乐时候蹦又跳。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组家庭获得多少分。获得第五名的是朱婷玉，45分；获得第六名的是朱祥雍。那么按照我们之前的规定，总分最后两位的家庭将要面临被淘汰。城主，我能不能替他们求求情？城主，我能不能替他们求求情？可以复活，但是要进入复活赛。朱婷玉和朱祥雍两个家庭因为分数较低，同时进入复活赛，到底哪个家庭能够复活成功，继续对城主发起挑战？答案将在下集揭晓。